董事长，今天你手上有几档股票都表现不错，像是中探针，你昨天有说要在拉回的时候追，果然今天大涨 6%。还有我们的五虎将金豪科，今天也有大涨 7% 的好成绩。再来，经济日报选股瑞基还有长盛呢，都创新高，升华科也大涨 4%。那等一下，投资长要来带我们看这些个股吗？经济日报五档股票，本周的选股五档股票已经累积了六根涨停板了，哇，很夸张哎！那你去想看你要怎么分析？我要告诉你，台湾股市已经有两个现象，很明显告诉你在打底，不是要从纯粹从技术线型，而是很多的方面告诉你在打底，而且今天的标题很耸动，当染疫人数破百万的时候，反而是台股劫后重生，哎、欸，真的有可能、喔？为什么？更多标股介绍一定要看我们今天荣耀华街哦、喔。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我是主持人露娜。今天是4月21日，台股开盘17159点，中场收在17127点，小跌20点。昨日纳斯达克指数收黑，主要受到 Netflix 十年来首次流失订阅用户的影响，其股价狂泻超过 35%， 拖累串流媒体概念股全数下跌。而美债殖利率下滑和 IBM 宝洁的上涨支撑下，道琼收红，因此美股四大指数是涨跌互现。再看到台股大盘，今天是开盘走势平淡，翻黑后小跌，相较于大盘，柜买指数上涨幅度比较活跃。后续盘势解析，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Telegram 粉丝人数最多，演讲讲座场场爆满，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投资长好。露娜，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欸、那在继续看影片之前呢，要记得先帮我们按赞。按赞。对，支持一下我、哦、还有投资长。对对对对，昨天谢谢大家有1000个赞啊，反正我规则讲得很清楚。我点击率那么高，每天几万人看，如果我影片没有1000个赞，两个影片都要算哦，两个影片分开算哦。哦。我隔天就不录了，我说真的，我就录给会员看就好了哦好。这个也不是轻痛仇快，有人说投资啊，那你这样子够，那恭喜你的老师开心的，没有一回事啊，你只要先暂停、按个赞，我开心嘛、啊，好不好？就这样讲，按个赞很简单，那是个鼓励嘛，多留言嘛，好不好？这是跟大家讲，至少让我觉得有成就感哦，不然现在行情很无聊，哦、你们也不按赞，那干嘛呢？是不是？哈、哦啊，这跟大家讲，就像我讲的，我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在发简讯啊，发给免费的粉丝会员呐、啊哦，其实这个。何必呢？好不好？真的，这个不要抱怨，我觉得要正面，只是希望大家多支持我。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按赞以外，其实今天行情好像还不错哈。对，而且今天那个报纸头版有提到，三月外销订单突破600亿美元呢、欸，然后第一季的订单金额号称是最强首季，所以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不错。嗯，好，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股票也表现不错。是，好，例如哪些股票？像是。哦，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没关系，没关系。那我来说，哎、欸，你不要吓到我。好、哦，像今天其实很多股票都表现不错，对不对？你们印象哈、啊哦？对，比如像是那个五虎将的金豪科，今天有大涨 7%。对，然后还有昨天投资长提到的中探针、嗯，就是你有说嘛，不要追高，要在拉回来的时候追。然后今天果然就大涨 6%， 真的太厉害了。还有华航有破前高涨 3%， 是是 是， 是，长荣航也不错。还有经济日报选股嘛？对啊，经济日报选股的话是瑞基，还有长盛创新高、哦、还有升华科大涨 4%。 今天表现都不错、哦、所以真的真的都表现不错，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啊、其实行情，而且今天最重要的是很多电子股破底板，我大家先跟大家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股票的走势图哦，我们现在慢慢看这些股票走势图，你发现到其实台湾股市有打底的一个迹象哦，你要记得这很重要，这跟之前不太一样 哦不太一样，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哦。韩国股市跟这些股市你一比较知道，我们看一下台湾股市，对不对？这里底部还蛮近，对不对？是不是？是。可你看韩国股市哦，嗯，等一下哈、哦，这变四维韩这个股票，很奇怪，八竿子打不着，哦，暗示标股吗？韩国股市有没有看到底部比较稳？有没有看到这边离底部有一段距离？有没有看到？台湾股市有没有看到离底部比较近？对。韩国股市，那你看日本股市贵买呢？哦，看起来还好。日本股市呢？
港股呢，低点比较远、日本股是更远的、啊。好、哦，然后请我们那个制作团队来帮我做一下，我们那个助理来做一下。港股也是离低点有点远，只有台股离低点比较近、哦，所以你会觉得台股好像有破底危机。可是，一根台股跟韩国股、啊、跟韩国股市比，跟日本股市比的话，台股很明显在打底，这很重要哦。哦，应该这样讲，不，台股很明显在打底，亚洲股市很明显在打底，这个也会有利于台湾股市的反弹，这很重要。所以低点的确有可能是过了哦。哦，先跟大家讲这个逻辑原因好不好？慢慢跟大家讲这些逻辑原因。除此以外，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来看这些股票其实很特别啊、哦。为什么说很特别？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来，好，这边你看啊，昨天你说那个 Netflix 对不对？对啊。哦 ，Netflix 的，你会觉得哇塞，好像那个报价一直跳四维还是怎样？哦，好恐怖哦，哎、欸，是要报名牌给我是不是？哦，怎么讲哦？因为昨天 Netflix 就是它股价大跌，对对，好像跌到三成六了哈、哦。就跟大家讲，因为首次那个订阅人数下滑、嗯，可是我反而觉得不会，我觉得它亚洲的那个订阅人数会增加。像我最近反而开始迷上 Netflix 哎，我先跟大家讲，那是你说前阵子的社内相亲吗？哎，社内相亲蛮好看的哈、哦，对啊，你有看吗？蛮好笑的哈、哦。有有，我有看。哦，这跟大家讲哈、哦，是不止啊，它有一些原创电影，虽然以前是看起来是鸡肋，现在比鸡的好吃一点点，哦、大概鸡爪啦，还差不多哈、哦还可以吸一下哈、哦，这跟大家讲哈，哦，鸡脚冻啊，差不多啦、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些股票哈、哦，都慢慢的不是这些股票 ，Netflix 其实我觉得接下来会有机会，哦、要买 Netflix 跟买那个跟那个 Facebook， 我觉得比它竞争力强的，好、哦，因为它不断一些原创性的一些那个影片，还有它一个对管理的心法，好、哦、，Netflix 的创办人哈。哦他是告诉大家说，我只要最好的优秀人才，他不要其他人才，好、哦，所以他非常敢给，好、哦，管理也非常好。我有看他一些管理的一些书，我觉得这个是你要选公司，你是要选一个管理者，是、哦、你要投资一家公司，你是真的要投资公司里面的人，好、哦，所以我觉得我对他后市是很看好，因为有些人喜欢看美股，哦、我稍微讲一下好不好？哦，好哦我其实是这样哦，当我身为一个管理职的时候，我也发现到其实有时候是人要对什么都要对，好不好？但讲太多大家可能听不懂哦，人要对什么都要对啊。那像比如说 Facebook 连一个账号都莫名其妙用不见。哦、他也不理你、哦、我几万人他也不理我、啊、那你觉得他会尊重这些创作者吗 ?YouTube 不一样、嗯、YouTube 很尊重创作者好不好、嗯、你只要有反报一些版权他就直接给你下架了好不好我跟大家讲这个都蛮看好的。那你看啊费半指数啊、哦、台湾股市好像在打这个底嘛对不对可费半指数呢哎你的确跟台股很像准备在破底。可是纳斯达克有一段距离我看到纳斯达克比较纳斯达克比较不一样高低讲我看到哦，所以台湾股市其实没有这么弱了，也配合亚洲股市，所以台湾股市的确在打底。Oh. 啊，台湾股在打底，今天有一个，今天我标题很耸动哦。当染疫人数破百万的时候，台股将怎么样？哦，劫后将重生，劫后重生哦，劫后重生，哦，劫后重生怎么办？ Oh. 哦，好不好？那个以前好像有个电影叫《劫后重生》，Wilson 啊、哦，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看。你怎么办？有代沟。昨天有人说我跟你那个很像那个。爸爸带那个小孩子，我听得实在是很生气。不要给我乱留言，你知道吗？不要乱留言，开玩笑啦，哈、哦，没有关系。谁叫我皮已经垂了哈、哦？没有，是你那个胶原蛋白比较多一点，好不好？脸比较肉一点啊，好、哦，胶原蛋白比较多一点。好、哦，那我跟大家开玩笑，扯远了哈、哦。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哦，劫后重生啊 ，Wilson 那个电影哦，没有，那就是一样，台股劫后重生。对。好、哦，那这劫后重生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为什么说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好，来看一下，先看一件事情哦。你会发现到头涨很多事情哦，是预告在前面，哇，好像来自未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哦。对啊。哦，来，去年的最低点哦，五月十七号那时候凌晨哦。为什么五月十七号要预告凌晨？为什么我要写文章？你知道吗？为什么？哦、因为那时候五月十七号的时候，哈、哦，那时候前个主持人有记得，那时候我提前预告，我告诉你，那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五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台湾首次好像快1000人得病嘛，一天没人，对不对？最后就三级了。哦，就三级了。好，那时候是礼拜六的早上，有没有印象？是礼拜六早上，苏贞昌院长，好、哦、说要类似，哦，不说类似三级啦，没有真的三级哈、哦。可是等于几乎是三级封城。哎、欸，那时候算有三级吗？好、哦、是三级还是类三级？我解分几乎是封城的情况之下啦。对。好、哦，几乎是封城情况。好，三级警戒还是三级？三级警戒这样的情况之下，哎、欸，大家好像封城的。嗯。啊，结果呢，反而最低点。对，你听懂吗？所以现在我的逻辑是有可能的。当台湾染疫人数破百万的时候，台湾股市反而慢慢的向上，这是有机会的。为什么有机会？现在听说现在已经有几十，已经有数万人，甚至十万人以上，怎么样被居家隔离的？对啊。哦，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都得几千人，
是。你接下来你十天过后你就得几万人了，得几万人，你每得一万人，要十万人被隔离，因为周遭朋友要被隔离，对，都要被框列，都要被框列，你懂不懂意思？好、哦，那框列不了啦。那如果接下来我每天得万人呢？十天就十万人，哎、欸，十天十万人，然后一个人要框列十个人呢、欸，所以是100万人要被框列。那你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差别？干脆封城就好啦。是哦，不会，到时候会改变策略，改变政策。可是最恐慌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点。五月十七号那时候预告，你看啊、哦，五月十七号预告啊，若周一跌破15165点，周一最低点就是五月最低点，起鸡皮疙瘩。有印象的投资朋友，你在底下留言，或在那个聊天室留言，好不好？拜托投资朋友来看一下，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十七号，你们不要起鸡皮疙瘩哈，就这边，哦。自己看这边是5月17号，没有看到？对啊，这边就是5月17号，最低点5月17号，这边写日期没看到？没有错吧？下面有日期没看到？这边有日期？是5月17号？对 ，bingo 哎、欸，我是5月17号见低点，没看到？厉不厉害？在15159点这附近，對啊、然后呢，涨到18000，我还预告是18000，我郭子龙就是有这样预告天分，不然我不会成为经济日报有史以来的纪录保持者，而且一再一再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打破记录，打破这个 record。对啊，全台湾只有我，很多人爱批评我啊。是，你知道吗？很多同业分析师，但我们某某分析师大家人都关系都很好啦。很多人爱批评我、嗯、啊，他说可以参加比赛啊，比赛以后就知道我的辛苦，就知道我的天分啊。对啊，不是吗？这社会就是很现实啊。有些人就可以灌篮，有些人轻松面前可以灌篮，有些人就是跳得比我高啊。哦、你这社会很现实啊，啊我天分就很高啊，不然怎么办？啊，我就比谁都努力啊，不然怎么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努力呀、啊，啊，不然怎么办？投没有，然后呢？所以你看我的预测能力就是不一样。5月17号凌晨预告，这礼拜这周又是冠军了哈。15119点是最低点，来看一下，15119点最低点看到是最低点啊。然后我那天预告哦，我要唤醒大家回忆哦。哦，八月底之前会突破18000，那时候前一个主持人哦，肉眼还问我说，哎，八月会不会太夸张？我说八月算送分题，啊、果然七月就中了。我说八月我是故意拉远一点点，因为很多散户酸民想要刁我，你知道吗？对。所以投资朋友，你要帮我按赞站起来，你要先按个暂停，影片暂停，按个赞支持我嘛，让我知道你们是爱我的，我才为你们奋斗嘛、啊。我到这个年纪，我到这个刊章，到这个财富，我已经有时候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一个感觉 ，emoji 好不好？朋友，如果你觉得我的预测能力很强，你要支持我，你不支持我，谁支持我？是不是？好、哦，这跟大家讲哈、哦，我知道你在 PTT 支持我的时候，有人说你是啧啧攻读生啊，莫名其妙。我电看我节目的人那么多，一定有很多粉丝说变成攻读生啦、啊、好不好？所以你在节目，你一定要再按赞帮我留言一下，每天最好心情开心。看看八月之前突破18000有没有预告？有啊，那时候是5月17号的预告。嗯，5月17号哈，5月17号凌晨预告，看到5月17号凌晨哦，这不能造假，为什么不能造假？好、哦，因为这是5月17号凌晨的，看到凌晨12:42的，这日期都有，好不好？这跟大家讲哈。你看我上面写的5月17号，有没有？有。那你看订阅人数那时候5万多人，现在55000人呐、啊。对。这不能造假，你懂不懂？对不对？这不能造假的、欸，哎。是。所以你一定要订阅我频道，好、哦，开启小铃铛，除此之外加我 Line， 加我 Telegram。Line 有70%文章在，70%文章在 Line， 100%文章在 Telegram。你不知道怎么加 Telegram， 不知道怎么设定 Telegram， 加 Line 以后会告诉你。以这三个账号为主，你不要再问我什么是诈骗集团，这是不是真的假账号？我没有时间。平均一个月至少有40-50位问我这是不是真的账号假的账号，只要不是这三个账号，其他的你都不要理他，好好，这个 IG 其他都不要理他，拜托啊，只要这四个账号其他都是，好不好？其他都是、哦、啊，只要这四个账号都 都是真的账号，好、哦、除了这个四个账号以外，你其他都可以不用理他，因为叫你加入会员送标股，我没那么多时间，我也没时间在私底下要跟你谈恋爱、哦、真的没时间，不好意思，虽然我爱你们，好不好、哦、好，我跟大家讲，好好，所以那时候三级警戒是不是？你看，告诉你最低点，说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大盘有谁？我有谁比我准？所以都没有，我这礼拜又是冠军啊！对，又是冠军啊！而且遥遥领先呐、啊，而且累积冠军呐、啊，累积冠军啊！上礼拜我还不是冠军，我累积也是冠军啊！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好不好？我不去事后炮，我不去马后炮，好、哦，我不去事后，我不去马后炮。好，除了这以外，我慢慢看哦。所以台湾三级警戒会不会有、啊？如果到现在被宽列100万人呐、啊哦，那大家没事做干嘛？会做股票。我是认真的，会做股票，我是认真的啦，哈、哦。因为去年这时候也是很多人开始进入股市，是，所以当百万人染疫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台股劫后重生。啊，第一个问题人家说，哦、投资长你这个会对吗？第二个，台湾人会得100万人吗？来看一件事情，陈时中最近是不是讲说台湾人会100万人得染疫，甚至百万人以上嘛，对不对？对。
但他讲得很小声、啊、他说有人讲一下轻轻讲就走了，对不对？对，来啊，现在觉得有机会了吧、哦、阿中估360万人感应，有没有看到这是这礼拜的新闻，对不对？对不对？好，那讲很小声，最近又来讲的、啊、因为现在每天10000人的应该有100万人的、啊、对不对？哦，阿中估360万人 感染，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不？因为他说 15%， 那 20% 的话，像韩国、日本是 20% 的话，那怎么样？哦，韩国是 20% 的话，那就是大概不多460万人。460万，很夸张，对不对？好，你看清楚、啊，几乎所有人得一轮的嘛。哦，来看清楚，看清楚我的预告，我已经讲过了。那个，其实 Luna， 我的粉丝人数都是全台湾人数最多的嘛，对不对？对啊。这个报纸有讲啊，来看一下报纸有讲哦。哦，来来来，4月3号。报纸讲对不对？好，你们看到《今日报》郭总三个字，对不对？没错，《今日报》。那你看一下，哦，粉丝的全季报酬率182%，怎么样？对，创本报擂台赛历史新高。是报纸讲我是历史新高，我是个纪录保持者哦。对啊，成立赖粉丝团怎么样？粉丝人数怎样？逾10万人，居全台第一。我能造假赖简讯吗？不行啊！行，好，那你看一下我的预告哦，来，是他陈时中部长是。最近才讲的，讲很小声，对不对？哦。1月7号那时候，他欧盟款才刚开始，对不对？对。来看一下，我之前就预告过了，我之前预告过，我这1月7号之前更早。你帮我念一下，2020年的1月7号没错吧？早就预告了。你看清楚啊，很早预告、哦，你看这看清楚，这是天分。1月7号，来来，我之前预告过台湾2022年的台湾疫情，你看到？来，对，先部分开放国际嘛，有了对，然后。然后你念一下，几乎怎么样？几乎全部的人得一轮疫情，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的台湾人都得到疫情，接着群体免疫，群体群体免疫后就没事。是多少人？几万？上百万？上百万？那时候我在预告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我，是头上你在讲什么？我跟手机那时候说是0000，加零加零加零，林志玲再加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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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00。说话。是我看到你看不到未来，关这个你就应该给我按个赞吧。对啊，哎，一定要按赞。我说没有，大家都可以比赛，都可以讲涨停板，那为什么只有我告诉你去年低点是什么？为什么只有我告诉你去年说18000会上？为什么我今年还敢斩钉截铁跟你讲20000点？为什么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再跟你预告台湾100万人会得病以上？陈时中部长现在才正同我说话。很多人不懂就乱骂我，然后呢，最后你没发现到、哦、很多人就喜欢我，因为他知道我有料，对，他知道我天分就跟人家不一样，是，哦，是不是？投资没有、哦，很多人就喜欢嫉妒我，所以攻击我，也欢迎去比赛，真的真的，好不好、哦？没有人像我订阅人数这么多还在比赛的啦，真的啦，好不好？哦，10000人以上的都不太想比的啦，这个都很正常，因为压力没必要那么大、哦、啊，我享受压力，我就喜欢压力。Oh. 我的抗压性就是比你想象中强很多。你本来选抗压，你本来就选抗压性第一名的分析师啊，不然呢？不然会员动不动骂就开始难过了，怎么当分析师？对、啊，是不是？投票你去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啊？那投票你可能还不相信。我们看我们当时的预告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啊，好、哦，来，要看3月的预告。对对对对，来，不是3月高，来，等一下，哦，这个助理哦。嗯、不行、哦、等一下19分43秒。应该要19分338秒。好、哦、来。好、哦、那时间点给我有点早，没关系，我该用清楚。2022年1月5号台股天空极限是这个点位。好，看到台股天空极限是这个点位。好、哦、那时候点位是我跟你说，诶，如果用到本益比的河流图的话是22000。你懂不懂意思吗？22000甚至24000。所以我说今年20000点其实很正常。好，这是1月5号，你看清楚哦，我们放大、啊、一会儿就讲哦。来 ,3,2,1, 你看我1月5号之后怎么预告100万人今天会得染疫，会得疫情，会染疫。走下会终结疫情，所以投票你也不用担心台湾今年会100万人得到疫情。嗯，这很正常，因为你要到群体免疫，你在台湾一直锁国也没有用。哦，你记得我这个大胆预测，投资啊好恐怖哦。好恐怖齁、哦、有没有到？对啊。好恐怖哦 ,100万人的1月5号，你刚过完新年有人给你唱衰，说唱衰台湾100万人得病。是。好嘞。所以我跟你讲，得病以后没什么不好。台湾很多，比如说很多餐厅的股票、啊、都会上去的、哦，到时候你要开始做了，好不 好？你现在做不到，你不敢做，不敢做生技股，你不敢做快筛股，哦，快筛股那是一阵的，
做好要见好就收。虽然我现在有快筛股，我要见好就收。为什么？因为之后连快筛懒得快筛，就像现在连隔离都懒得隔离。那像现在电子股，投资长说是跌到像是垃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趁这时候逢低布局？可以，等一下我会讲。那我要跟你讲最后结论，谢谢你提醒我。最后结论就是说，到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快筛股就是一阵一阵的而已，因为到时候没有人要测试的，好不好？你要做疫情后的股票，像长荣为什么那么强？是是，今天长荣还是比长荣哦强一点点嘛，对不对？对啊，看创新高，然后2610呢？华航创新高啦，对，这边看就创新高啦。2603呢，明明 EPS 就是长荣比较漂亮，但长荣最近也很漂亮，所以我也从头到尾跟你讲说，长荣我也没有要做空，哦，我只是觉得就是如果叫报酬比的话，想象空间长荣航比长荣好。你不要用 EPS 啊 ，EPS 那有些公司，你说现在新药题材，它根本就没 EPS， 今天涨一堆啊，哦，疫情后今天涨一堆啊，是不是？哦，要共存嘛，啊，来，我们跟大家讲，来，好，来。好，哦，6535顺药嘛，是不是有些新药都怎么样嘛？是不是4743有没有到？哦，都涨停1701，哦，后疫情时代，这股票通通的涨停，对不对？所以你去想想看啊，哦，你要怎样分析？为什么？因为到时候如果这些股票哎，慢慢的涨停以后，你发现到哎，头涨你讲的没有错。有些股票在这边你要趁势买进，有些股票可能快筛股它就红一阵子，因为到时候没有。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也是一段一段时间，因为台湾的新药对于那个新冠肺炎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好不好？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做梦，好不好？好，那反而要就你讲的，反而要看电子股。今天妈妈咪呀，一堆电子股很强哎，元泰啦，我就是少部分会员买，我没有说很全部分会员买，我都讲得很清楚。本来想等拉回，他元泰连拉回都不拉回，好强哦！我不敢想象今年元泰要涨到哪边去的，好不好？这元泰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啊，新豪科，你看跌得像垃圾一样，像开始打底的，有看到？是哦，每天跌，那也是一样。台盛科我把它卖下来的，卖下来以后我这边买了，买了又还给我跌了，哦，真是不给我面子，你知道吗？没关系，可是这样的是首度，你看到，哦，红 K， 然后上涨点数也蛮多的。这边红 K 是下跌的 哦，这边红 K 是涨的哦，好不好？这边红这是上涨的过程中，明天很重要哦。所以很多股票现在打底了，你看金豪科、台盛科在一直下跌的过程中，现在总部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初步一点点几数数呢，你啊打底迹象，这很重要。昨天就有了，昨天电子股就有一些打底的迹象哦，好不好？对，6217有没有？昨天中战争，我是不是跟你讲说这边昨天拉上涨停板，我说趁这个股票拉回要买，有没有讲？有，需要播重播吗？我是有重播啦，可是我觉得不需要播啦，好不好？还是需要，那么你决定。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哦，大家自己回去看就好了。好，谢谢大家。好，哦，大家自己回去看，没时间了，好不好？敦泰也是一直跌啊，现在好不容易哇，初步打底哇，这个都是非常健康的现象。当电子股跌像垃圾的时候，你就买，可没有？今年电子股不要追高，可是逢低你要买，好不好？那一样啊，联电啊，这边跌的过程中，哇塞，我好开心，你知道，我很感动哎，有连续两天上涨，你知道吗？啊，这边都没有，连续两天上涨，我快哭了，你知道吗？来看一下。联电啊，连续两天上涨啊，我快哭了，你知道，眼泪快帮我眼泪那个人工内衣帮我准备一下好不好？哦，好好好，哦，头上猫哭耗子假慈悲，没有啦，这种事我是不会哭，可是我在难过，联电是我爱股啊，好不好？哦，先跟大家讲好不好？这电子股是这样子哦，当大家觉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就我已经举例了，比如我举三三人寿，有些投资失败的寿险，他有时候不得不出清一些部位，你就是会变捡便宜的时候，那其实那捡便宜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进场。那当然，现在得益人数得百万的时候，可能你到时候你还是要居家隔离。就算你到时候如果到现在政策是模糊的过程中，你可能居家隔离要100万呢，也不夸张，几十万人啊，几十万人就有人在家里就会做股票啦，量就慢慢增温的，好不好？好，哦，当然，可是问题增温也要股票好做啊。猴子啊，你说增温的，那怎么今天怎么还是2436亿，比前天的哩哩啦啦好多一点呢，啊，好不好？有慢慢起来，好不好？而且今天是因为它不是什么。它已经是结算过后，而且今天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哈，来，好，今天我发现到台指期哦，好像涨了，比如说涨了54点，哦，大盘是差不多跌20点，对，好，哦，台指期涨差点要正价差，是，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好不好？这很重要，好，所以我要跟大家说，这很重要，所以今天台股涨54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有没有比较清楚的，来，等一下啊，哦，慢慢跟大家讲这些情况哦。有台指期跟台股这很清楚哦，吗？因为通常都是逆价差嘛。是，没有，不是，对，你讲的没有错，我们要把它讲的清楚一点。好，等一下，他没有台指期，好，助理就没有台指期，好吧？
那个我跟大家讲哦，好，这个助理，哇，有时候比较粗心一点，好不好？等下练他一下。哦，没关系，我要跟大家就是，通常今天是结算过后，是结算过后它会有逆价差哦，因为今天其实台指期他们大部分是做避险的，是做避险你是做空，做空的时候，因为你到什么时候变正价差，一定是结算前或者行情很好的时候，对，不会结算后第一天开始就跟人家逆价差不见了，很少见，很少见。嗯，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吧？来，懂。台指期看到大盘涨跌二十点，台指期涨五四点。17126到17127几乎是怎么样，几乎是逆价差只有逆价差一点，可是几乎是扳平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点位，有没有这两个？有17127跟17126，而且一度是正价差，可是你看哦，台股跌20点，台指期涨50点，代表有大户在进场，这一定是有大户进场的，这很明显嘛，一定很明显的，能拉着台指期，虽然今天外资台指期空单是增加的，反正空单增加15口，可是我觉得有人进场了，有人会修理这些空军，所以打底的迹象已经非常清楚。第一个，我说从国际股市来看，很多大部分公司什么，大部分的韩国股市啊、日本股市都高低角，跟费半、跟纳斯达克高低角，它已经是一波比一波还来的高了。对，哦，底部越来越垫高了，所以这是打底迹象。第一个，第二个迹象是台指期莫名其妙在结算后，好、哦，几乎转回正价差，台指期涨54点，大盘跌20点，台指期可以涨54点，一来一往差了74点，这差的非常之多，好不好？这我一直跟大家讲哦，所以这个差的很多，所以再加上电子股很多打底的迹象，很漂亮哦 ，Bravo， 好不好？连跌连涨两天的，3189锦硕连涨4天的，我快哭了，你知道吗？哈、哦，哦，很漂亮的 W 底，所以电子股这边是要反弹的，所以你现在开始要加码一些电子股了哦。好不好？之前我不敢讲的、喔，好不好？就逢低，现在都底部了哈、喔。你不是说 哦，我在头涨那涨，明天只要红 K 我就不买，不能这样子，你懂不懂？好不好？那友达哈，友达、喔、也在打底哈，友达在、哦、其他电子股在打底就不用怕，就像敦泰在打底，你就不用怕友达了，好不好？然后投资长昨天留言区，我有看到观众问1506的正道是。哦，正道是好像上礼拜、上个礼拜《今日报》选股嘛，对不对？同秒哈，开大门说，同志啊，那正道怎么看？同秒，这就不得不说了，你要参加我行列啊，哦，是不是？你对大家真好。以前这个问题我是不想回答的，哦，我讲过第一个，我也讲过这个第一个，他我选举的那个选比赛选股的股票，不一定是我会员股票。如果是我会员股票的时候，我进出场点我不会讲那么清楚，讲那么清楚我讲不完。第二个，那大家都参加。都参加看我今日报，买一份10块钱就好，不用买一份10块钱啊。PTT 都会告诉你我们选什么股票，或者新闻搜寻一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哦，那都会告诉你我选什么股票。那投资没有，然后呢，我要跟你讲就是说，正道的股票有的都已经走掉了。嗯、哦，那我投资啊，你这样子出货给我，没投资没有，我从头到尾讲得清楚。如果你照我的绩效这样照做，你是赚钱的、欸。哦，我赚快20%，你跟我说我出货给你，这不能这样讲，你这样子不是正道，是不厚道，好不好？好，我是跟大家讲哈，我显示得很清楚，好不好？好、哦，而且其实这种股票量比较少哈、哦，我就跟大家，你风险要自负。如果你没有参加我会员，然后那你就不能要求我要带进又带出了哈、哦。我是跟大家讲，大家游戏规则要了解，好不好？嗯。哦，那个露娜写一下，下面怎么样？本资料怎么样？看一下，仅供参考，你指一下、哦、下面。本质叫仅供，应审慎评估。对对对对，好不好？是，这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好不好？那我们实际上是合法的，记得一件事情：如果网络上不认识的分析师，然后跟你讲说要认识，就要跟你讲标股或跟你收会员，哈、哦哦，要你付钱，有两种，一种诈骗是要你本金啦，叫你投入美股、投入港股啦，这个，然后一直送标股给你，一直送标股给你，100%就诈骗啦，好不好？嗯、哦，那跟你讲、啊，然后跟你好好的，我要带你这个群组，然后有人一餐一喝，哇，这个老师好厉害。好、哦，这个都不用理他、哦，好不好？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像我就不会无聊去加你啊，我没时间呐、啊，都我粉丝来不及，我还加你呢，都是你加我，你问我问题，或者我主动跟你聊天，可是不会我主动加你，你懂不懂？啊、我真的没时间。说天下没有白吃午餐，你相信这件事情，你会被人家当做白吃午餐吃下去。这彭博说的话、哦，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居然还相信天下有白吃午餐？第二件事情，你也不要相信网络上那些给你收费或订阅课程，那通通不违法，你都可以去检举、哦。他只要敢预测未来要给你收费，那个都通通违法，除非他有分析资格。加上他投顾公司哦，不然都违法哦。哦我们缴一堆税，他为什么可以不用缴？这社会这不公平，啊、欢迎去检举，好不好？哦，哦可是我不会叫你去检举谁啦好、哦哦，这边特地攻击谁？可是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好不好？好、哦，所以投票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脖子哇一跌，现在慢慢有打底迹象了。我头上你没有什么打底啊，黑 K， 可是涨 0.5， 很多股票你现在我跟你说真的、哦，那个就像泰博那时候很好，那也是很久没涨、哦，到时候你会涨餐饮股，你不要说我没说、哦。他已经快要到了、哦、因为台湾现在解放的几率越高，你知道吗？已经有万例，他不管你，他打算就摆烂的了，这样最好，本来就该摆烂的啊。是那些人不打疫苗的，是台湾政府要赶快开放幼儿
打疫苗，最好不要吃莫德纳 BNT， 我就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剂量比较少，好不好？所以不论对或错，一切这些预告在前面。同学们，我要再强调一件事：《经济日报》怎么样？我们又冠军了，这周是遥遥领先，遥遥领先。瑞基、宝林今天这些股票真的很强，生华科怎么样？今天是新药股，今天最强的不是新药股吗？这6492为什么生华科还在拉呢？为什么生华科还在拉？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明天就是我们《经济日报》选股了，好，选最新的股票。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经济日报》选股股票，你想要先上车为强。先下手为强，想要跟我一起赚钱，欢迎下去080那个8085，080来8085。台湾史上，《经济日报》史上唯一一个可以一直不断突破记录，然后是现任的选股纪录保持者，只有我。去想看你要怎么分析，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谢谢。欢迎帮我们的影片按赞留言，想要提前上车知道更多标股吗？可以拨打我们专线0800668085。0800668085，我们等你哦，拜拜。观众朋友注意哦，最近诈骗盛行哦，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除此之外都不是哦。LINE 小鼠 S178， Telegram 官方频道小鼠 A178178， Telegram 私人账号小鼠 S178178。注意哦，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 的账号或者后面是 A 的账号，这些通通都假冒，只有这三个账号，谢谢。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觉得有深度的，还蛮准确的，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订阅我们的影片，按小铃铛，记得按全部接收，还要加我们的 LINE 以及加我们的 Telegram， 我们的 LINE 跟 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谢谢各位。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